给了啊。来逃避的门。追随烦恼的结局，就苦是你受，福是他享啊。所以我们要发愿，誓愿我及这众生永恒牢记追随烦恼的可怜可悲可怕的结局，苦是你受，福是他享。再一个，用你惭愧的钩子勾着你那条绳，它在那一动，你就把它勾起来，放外面去。那个贪，那个嗔，放那儿去，放那儿去，它又跑回来了，再勾着放回去，告诉他，你就在这儿趴着。一切因饮食而得多病苦啊，一切都是因为饮食而多病的。细致说呢，就一切众多病苦都是因为你吃喝来的哟。好，我们再往上去。记住，不是你第六意识想叫想，下意识、潜意识都是你的意识，表意识、潜意识、下意识都是意识，在意识范围之内。这是关于什么是第六意识，还有下意识、表意识、潜意识，这些都是，实际上都是想，也都是意识啊。我们无尽随喜赞叹，诸佛成为返邪归正之导师，娱乐拔苦之慈父。这是来自于三归一里面的一段。好，我们接着来。曾经其中有一段是，所谓所言一体三宝者，以一时相会，绝了诸法。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双妄双照，三智圆觉，它是自性佛宝。那么这里说的三智圆觉指的是不是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那还有双妄双照啊，被老师认可了。所以我们发个誓愿，誓愿我及其众生等真如的早日成就，以一时相会，绝了诸法。它是非空非有，它也是亦空亦有，而且双妄双照这样的三智圆觉。关于双妄双照，我补充一下，双照首先是双照，什么是双照啊？非空非有就是一照，亦空亦有它也是一照，先是双照，最后呢，最后熟练之后就连个双照都没有了，都没有啊。还有想，它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是依他而起的。这是关于想，想依什么而起呢？假如你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你会想吗？假如你心中没有那些人事物啊，你会想吗？只要你没有慢的时候，你这个想不会动的。你那想动不动，关键在有没有这四个东西。比如说，你去怀疑别人的时候，你才会想啊。你没去怀疑什么，你想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你那个想一定要有这四个，才能有想。也就是说，想它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是依它而起的。这些个是要你去贪什么，完了你才会去想个什么。所以说呀，真正的四种毒蛇就是指这四贪嗔慢疑。还有一个比这个还殊胜的呀，就断烦恼，就是解脱。记住，断烦恼即真解脱，那只能叫做真解脱，它不是真解脱呀。那真解脱是什么？真解脱是如来，真解脱就是如来。什么是如来？无所从来，无所从去，那叫如来。真解脱是如来呀。因为什么呢？比如说这西瓜，我现在不贪了，不贪不代表这个西瓜就没有，也不代表我没有啊，有一个我，也有一个西瓜，
这都真实的，我断没断？断了，只能叫做真解脱，不是真解脱。那最真的解脱是什么呢？是如来。为什么说是如来？因为站在自信上，它不存在着有一个我，有一个西瓜，那些都是幻象，本体都是自信了。就自信本体来讲，你没缺西瓜，那西瓜就是你的一部分，你还吃什么西瓜呢？这个记得以前提醒过，非常重要的哦，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学习奥哲妙法的文胆。昨天晚上我们把前面的要点学习了，大家可以找到10月9日下午的文章。前面的要点我们都过了一遍，下面我们接着来看。当时我问了英汉文论文可不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学习，可以学习吗？学习一遍就熟悉一遍了，你本身就应该注意的。你以前跟我说我自己学习，现在是带着他们学习。你自己学习什么呢？比如说彭文平、进行名之类的，那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学习呢？就是学论文的事啊，现在已经开始了，在学会了，那就好。以前跟我自己说自己背啊，然后跟他们专说这一套，这样就更有把握了。在学习的时候看到一句话，你说伺候人的重要，过去都是伺候人的人才成功了，哪怕入了什么定也修不成，他入定了怎么还修不成呢？那多了去了。好，大家稍等一会儿。为什么他修不成呢？就是因为那个人没有伺候人，很难进入的，进入也修不成。比如说很多阿罗汉，他就修不成神通，起不了智慧，他只证的无我，仅此而已。那个不是少数，是多数。你看莲华寺女，他本应就是喜欢神通，他成阿罗汉，他神通第一，而且在所有法会上前期布置以及维护最后的整理，他都是积极参与的，也正为他参与这件事，也正因为，应该是正因为啊，大家应该是因为，也正因为掉了个因字，也正因为他参与这件事，才惹怒了提婆达多，把他给打死了。谁把谁打死了？提婆达多呀，提婆达多啊，把那个莲花色女打死了。即凡是起神通、起智慧、发挥这些禅定、发挥这些禅定殊胜用的时候，你不是好伺候人的，根本就很难契入，启动不了，因为你是要为众生做事，才需要这个的。所以说，真正为众生容易启动，真正为众生呢？才容易启动，启动什么？启动你的神通，你的智慧呀。再一个，也不容易着魔道。比如说《楞严经》最后讲无始印魔，实际都是启动了人的某些能力。但是呢，你一旦有烦恼，不是慈悲喜舍为众生，他只是为了烦恼，为了贪，为了嗔，为了慢，那就麻烦大了。什么叫神通妙用呢？就是最殊胜的缘起。也就是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，它都是一个最殊胜的缘起，即使你是为了它，为了嗔恨，它都可以是最殊胜的缘起，就是让你随心所欲，想搞什么就搞什么。所以说你就是一烦恼搞它，搞成了，记住它只是一个最殊胜的缘起，它达到你的目的。那真正菩萨乘人，他是慈悲喜舍，是为了众生，让众生达到离苦得乐的目的，就是菩萨乘人，他是慈悲喜舍，目的呢是为了众生，是让众生达到离苦得乐的目的，这是菩萨乘人，很重要啊。愿大家呢都能去做这样的人。好，即使你目前做不了，我们也能够啊去虚心的接受，谦卑的接受菩萨乘人对我们的慈悲喜舍。那他这个时候有神通，有种种妙用，他就更好能达到他的目的。
但是你没有绝对功德是难以承担的，也等于说它是种种机器需要电，真正愿意为众生做事的电足，真正愿意为众生做事的电很充足。这一点啊，本尼老师昨天有提到了，电很足啊，电足了之后，不管你学什么法门，一学就会，一学就会啊。当时莲花寺救的那个比丘尼，就让人搞到皇宫去了。那个比丘尼，他就是阿罗汉了，但是他没有神通，还要莲花寺去，甚至现场教他，最后才带他出来。这一生论文呢，照着痛苦安乐的方法。这好像都学过了，以前学的那些什么都是带来痛苦，什么带来安乐，现在是不是综合一下前面那些，前面那些基本上都涉及到了，比如说十三业菩萨戒啊，还有贪嗔痴慢疑烦恼带来的无非都是痛苦的，最后呢慈悲喜舍三句戒带来的都是安乐，好像就是对前面论文做总结似的。论文它不可能是总结，也不是讲解，也不是说明，它是论述。我都论了，前面好像是重复的，我的感觉怎么会是重复的呢？跟哪个重复了呢？就比如说贪嗔痴慢疑，我写的时候必然要论述它带来的痛苦危害了，论到三句戒必然说三句戒给我们带来的哪些殊胜利益和成就安乐，基本谈到了。班里说你这种大类去算，那所有的生物都是人，因为人是生物，是那个意思不？人都是生物，因为人是所有生物当中一个，所以说人就等同所有生物了，是这样吗？怎么会呢？不会的呀，因为人是生物啊，就等同于是所有生物，它只是生物的一种啊，对呀。那你刚才这个问题啊，就是那样的，以前谈的只是其中的某一种啊。着重点是不同的，比如说讲烦恼的时候，重点是烦恼，重点不是苦乐果的问题，这一次重点就是一方面认识造作什么带来痛苦，一方面认识造作什么带来安乐，或者是方法吧，就是造作痛苦的方法有哪些，哪些比如说烦恼啊，包括十恶业之类的，造作安乐的方法比如说十善业三句戒，包括慈悲喜舍。我大致思路是这样的，因为造作的方法很多，要想起来细说很多，点点都要说到，都要论述到，越全面越微细越好。看样你对论文没有精确明了这种定义啊，记住论文就是论文，不是论多少，也不是论广博，无论你多广，无论你多单一，它不是你在论你这些。再一个论文一定记住，它不是说明文记叙文，也不是散文，它只是论文。论文的重点就是在论述，论述总要有个具体的标准呢。比如说我们常规的三德式，比如说每一段每一篇，首先是论点，然后有论据，最后就是结论，论点论据结论。目前啊，我就是用这种模式。班里说所有论文都是这个模式就可以了吧，那怎么就可以了？这三个模式它只是个模式啊，它不是论呢、啊、顶多告诉你三个段落分别的重点是什么，那不是教你什么叫论。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从最初就讲，讲了很多遍了。什么是论文？最简单，最简单，小学生学会那个，因为所以，你就是因为所以搞得清楚什么叫论述，就是因为所以，通过你这个因为所以，你这个因为所以是合情合理，谁都知道的，甚至别人不知道，我可以验证呢。我做100次实验，每一次都是这样的，你就过去没有人经历过，没有人验证过呀。你现在这个论文出来以后，他以此来验证什么叫科学呀、啊？可以反复实践验证叫科学。什么叫科学、啊、就是反复实践验证叫科学。所以、啊、你们没搞过几年论文，肯定还都是这个幼儿班级，在自己待着没事要去研究什么是论文，以及这个论以及论的方法。再一个呢，在论文当中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是什么，比如形容词啊，这一点班里也是第一次提到，以前没提到啊。写论文啊，绝对不能出现用形容词，要避免出现，不是避免，绝对不允许，是绝对不能，绝对不允许出现形容词，因为你用形容词很明显不够严谨呢、啊、
学术论文必须建立在严谨基础之上。那怎么可以用形容，这个形容词、比喻词，那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有的。它可以极简单，但是不可以儿戏。那么用形容词、比喻词就有些儿戏了，不是有些，是绝对的儿戏。因为对于论文来讲是不可以出现的，就算做人也不能用那个，它就显得不严谨了。你比如说你跟谁说话呀，你那个形容太多的时候你就不够严谨了，那你就有点戏谑，那你就有点戏谑了。那个度掌握好可以在语言上用，掌握不好也要杜绝用的，在论文当中是绝对不可用的。也就说了这么多，就是在论文当中，在我们论文当中啊，能用形容词吗？不能用的，不能用形容词啊，不能用形容词。在论文当中不能用形容词。大家稍等一会儿。我的声音很正常吧？刚刚把门关起来了，又有人说话，声音很正常吗？请问大家现在？好的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继续了啊。这关于写论文，刚刚一个重点就是绝对不能用形容词。我记得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，往往还以为用形容词挺好的，是吧？那都是记叙文呢，散文当中用的。那么接着来，这个以前有些老师也说过，也提到这个，就是什么词性的问题，哪些可用，可以不用。但是现在你这个就是决定了，那个语气还没决定了，你这个已经决定了，就是不能随便用形容词、比喻词之类的在论文当中。昨天你问罗生门电影中的事情，现在谈到罗生门啊，现实中有多少？这个好处无量无边，关键是如何应对。你这个应对指的是，比如说我应对妈妈，她搞个什么，我应对她，还是如何应对我自己，不要出现这些问题。我觉得有两个意思，我自己不能出现罗生门的现象，同时呢，我面对对方的罗生门，我怎么应对，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你是不可能离开众生的，你也不可能不去应对的，这个都是不可能的，一定就是你在众生当中，众生你都是这样的。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做才符合你是佛弟子的身份，这是一方面呢。但是我遇到众生他搞罗生门，我怎么办？一般人回答我发现都是应付这个问题。你管人家干什么呢？主要就是自己，我自己不犯这块，你管别人怎么回答干什么，你考虑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现在你是学生，你别搞错了，你还以为你是老师啊，你要回答那是一个考题，你这个卷子怎么递交，回答要递交卷子，你看别人的卷子干什么呢？啊，避免罗生门。昨天班主任老师也提到了一个，就是守戒，就是杀盗淫妄，这四大条它属于众戒，杀盗淫妄属于四众戒。啊，班主任老师很严呢，啊，因为我不在场，其他有五六个同学在场，班主任说做到了，做到了，做到了，有啥？没做到呢？没做到就大家拜拜，啊，不是，只是因缘到了，但你不开玩笑。最后呢，他又大家说，哎呀，难呐，就是我搞不好习惯犯了怎么办？等等等等，把你做了一个开许，就说好，就算你杀盗淫妄，你犯了，在一个小时之内忏悔清净，大家也尝试着去做呀，也可以尝试着去做。就是假如你犯了，在一个小时之内，你把它忏悔清净咯。好，我们接着来作为参考借鉴一下，那就抄袭了，那就更犯法了。你那个写了吗？没有，我睡觉之前写，念我听，我是这样写的，感恩上师佛的慈悲时啊，是的，其为一切众生都能具足缘和能力，蒙善知识力，依善知识教，念善知识语，与善知识身心耐乐，敬为来际等真如的善能欢喜的顺善能
欢喜的顺善者社交，一切无疑惧，安住心不动。即获广大利，做菩提树下成于无上觉。电影里的事情，现实当中有没有？有多少？好，学生回答说，电影里的事情充斥着娑婆世界，如何应对？和红尘白烂两茫茫，任如如何是妙方？到处随缘言岁月，终身安分度时光。休将自己心甜美，莫把他人过失养。谨慎应酬无懊恼，耐烦做事好商量。齐心上师佛，即一切诸不可思议解脱境界，菩萨摄持。弟子当坚决舍离，坚硬取心，誓愿速证妙随顺，不坏一切法，尊重诸法性，一切尊重，尊重一切，而且誓愿速证善能自在无碍的发挥，感恩欢喜的接受所有的果报，谦卑恭敬的去造所有的善因。念完了，班里说就这个呀啊，也给你十分吧。哎呀，把他笑了，你看给他十分，把他笑成那样，十分还不错嘛。是啊，如何应对？我大致思维啊，无非就是依规则戒律办事啊，慈悲喜舍了。我永远是这些规则，争取不去加。如果发现加了，有时候来不及过滤加了，就回到自己的轨道上。比如说三句戒、慈悲喜舍、老实，这些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，就避免了罗生门呐。啊，三句戒是吧？戒律、慈悲喜舍、老实，班里说十分。啊，当时我说要不长一点，我说的这些这么全面呢？他说那一方面全面，你又没说出来，你这方面全面，跟他那方面全面，各自十分。昨天的作业你没交呢？我交了呀，把你交的说说。好，第三位，他们有两个都十分的了，稍等呢，你帮我读一下吧。自己读自己的有点尴尬，自己读，把你说自己读，怎么有这么多人回答了？你管别人干什么呢？我要翻我的呀，我在很前面的。好，那你一心翻，你管人多人多人少，这也是罗生门嘛。我没有就怎么的呀，这叫为所不应，往往是正念啊，就是罗生门，为所不应。妄是正念，就是罗生门嘛。好，有人说这样回答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包括自己都在演绎着罗生门，无论是受意识控制还是下意识潜意识的表现，开口便是主角。应对方法，首先就自身现阶段来讲，需要不断的去想我烦恼，让自己深刻意的发挥，尽量减少情绪妄想的掺杂，直至转识成智。身格意流露的都是佛知佛见。其次，当自己面对罗生门现象的时候，要清醒地认识到众生呢都在发挥着罗生门的技能，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相就是没有真相，所以不必去计较，甚至还吸取复制这些技能，且能借由这些技能观察分析其中的烦恼因、烦恼缘以及烦恼果，以及以此为镜，不断警戒自己，训练自己，并感恩众生展现的这些技能，越多淤泥的地方就越能生成洁净的莲花。10.1分呢，这是班里老师说的10.1分，比我们前面两个多0.1分，多少是满分？100分嘛，两个十分，一个10.1分的，离目标那么远嘛。到你了，那我临场发挥了，那我也没写呀，我们都没写，那我就不能说了，你们两个退出去。我现在就写，现场写，写答案了，没写就要退出去的。目前有16个回答了，你说那个干什么呢？那个不需要管。有些人内涵还真就不错。昨天睡觉之前我看了一下，去把 iPad 拿来让他去工作。我要工作啥呀？找啊，多个人多条路啊，我手机找就行了，一样的。为什么要对抗？为什么要对抗？班里说去把 iPad 拿来。他说把手机找来就行了，一样的。白女士为什么对抗？就有点女人味，行吧，一点水的感觉没有，就永远是冰块，冰凉梆硬，寒刺人。大家看看我们有没有一点呢那个男人味女人味，要有水的感觉。如果是冰块的感觉，那叫冰凉梆硬。水的感觉是什么？大家知道不？好，告诉我一下，暂停一下。水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我
我们常说水的感觉是什么？给你感觉就好啊，还记得吗？水的感觉，水的感觉，对，柔情似水，这是一个感觉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高级一点的？是柔情似水最低限度，最低限度。还有菩萨行的，菩萨行的呀，菩萨行的，菩萨行的那个水，那个水叫水利万物而不争。哎，对。水利万物而不争的，就是这个。对，所以关于水的特性啊，这两点我们记好吧，好吧，记牢。我们常常想，我们是不是柔情似水？常常是不是水利万物而不争呢？哎，经常思维，经常思维。跟静师傅确实不错。你的显妄想里面呢，虽然说我们目前有烦恼，是吧？也有一些恶业习气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借助善知识以及诸佛的妙法来正思维，来正思维。让自己能够争取早日做到柔情似水，早日水利万物而不争，早日的恒顺众生，利益众生，恒顺利益众生，而且还要及时的啊，觉悟过来，觉悟过来，一方面觉悟过来，一方面及时的忏悔啊。白尼这一次就说，争取一小时之内忏悔清净，好吧，忏悔好啊，一小时之内把它忏悔掉啊，不要拖。为什么不要拖呀？以前我们说过，如果拖，别人拖拖拖拖到过了24小时，就会怎么办？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怎么样？它就会长啊！它本来是一粒种子，因为你时间长了之后，它就会长。过了24小时，它就会长，它就会生根，就会发芽的，就会生根，就会发芽。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些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好，我们接着来。我改，该你坐在这里吧。拖拉机暂时不开，坐在这里也不好。你信不信用不了几天就得打架？怎么会打架呢？那么严重？不打架，我前两天就见到了，那家都拧断了，都拧断了。说了。都执行去了吧，执行未必就是好啊，有烦恼即可怕。这句话很经典，各位。好，就算你去执行，表面上执行甚至说的话或者别人说的话也未必就是好。为什么？有烦恼即可怕，你在就没有烦恼。有人是这样说的，你在就没烦恼，是这样的吗？说实话，都太不了解自己，是真的太不了解自己。我在都拧断了，唬哪个呢？是吧？是。如果真的拜你在，就没有烦恼，就什么都好了，有这么简单吗？就到目前为止，没有看到哪个相互烦恼了。真正相互烦恼是真话而过，你就瞎编也得编点有点依据的不？我这一下好论文的人，他跟我在那乱说，一点依据都没有。你们都与时代脱节了，只有老年人才与时代脱节的呀。在家里关太久了吧，你管他是不是笔记本干什么，台式也好，笔记本也好，关键就是那个中央处理器 CPU， 还记得吧大家。再一个，它内存要够大，甚至越大越好，处理器也是越大越好，有两个处理器才好。班里说现在计算机啊，有内存有中央处理器，没有什么，还记得不？没有什么呢？没有硬盘，现在记得不？好多系统现在没有硬盘了，大家就不要还是局限于过去的，局限于啊过去的那个，哎呀，真是老牛拖破车，老牛拖破车水平，那是古人水平的，那是古人来了，古人是啊，好，有两个处理器才好啊。你那个计算机就会急速运转，就会毫无迟延。好，现在弟子某某回禀恩师傅的教诲，电影里的事情现实当中有没有？电影里的事情在现实当中出现很多很多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有多少？有多少？这是会长写的，我记得是会长写的。众生依烦恼发挥罗生门，都是无量无边，数不清，几乎每一个刹那中众生都在发挥这种罗生门的现象。第三，如何应对？在这个红尘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像白浪一样，一会生一会灭，
众生依烦恼发挥，一切亦复如是。所以当面对这些红尘的现象，需要依佛之佛见去看待一切，这一切只是百浪而已，没有一个百浪不是水，它都是水，都是以自信展现的幻化现象，不必去计较个什么。所谓任如柔和是最好的方法，清楚的知道苦乐是怎么产生的，乐是怎么产生的。当你有足够的认识，你就可以多去产生点产生乐，少产生点苦，这都是建立在你认识上。你认识不到位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就会瞎搞，瞎搞会怎么样？会让自己和他人很痛。所以一定要认，哦，这是真务师写的，我记得是真务师写的。所以一定要认，认了才能柔和。老实下来，到处随缘言随缘，时刻面对一切现在，为自己修个好因，结个好缘，不至于去乱个造，乱捡别人的大粪，摸到自己脸上，不再去制造痛苦的因缘，才不会展现痛苦的果，从而才能开始慈悲喜舍利益他人，真实的去践行佛，去行佛的行，做佛真实弟子。这是弟子浅薄的知识，祈求上师慈悲施舍教导。还不错，还有知识了呢，有知识呢就是不错，五分。这是浅薄的知识，班里也认可了。真正来说，按照我们目前汉语是怎么说的，是应该说是这是弟子浅薄的觉悟，因为是谈感悟是吧，谈觉悟啊，谈知识也可以，就是我知道这么多，我目前认识这么多是吧，也可以，谢谢，至少有五分呢，五分。无尽感慈悲智慧的顾问，慈悲引导啊，下面是会长写的，随喜赞叹诸位大德的微妙智慧与觉悟。弟子回复恩师问题：第一，电影的事情现实当中有没有？有。第二，有多少？无量无边，居住动念间都有。三，如何应对？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应对自己的罗生门现象，是需要先认识清楚自己起心动念与言行举止是否在展现。关键问题是，我看别人的罗生门现象非常清楚，看自己的极其有限，甚至没发现。当此由此，我就想借助这个点来应对自己的罗生门现象。当我发现别人罗生门的时候，我马上忏悔掉自己同样的甚至更多的类似的罗生门现象以及习气，借此可以及时快速大量的应对自己的罗生门现象。祈请恩师慈悲指导，祈请各位大德指教。班里说，因为把今天说的话加上去了，本来可以分数高一点，这会就得低一点了，就等于照抄，给你六分，比他多一分，都说了是吗？班里来个一百分的，学生向往一百分呢，那我不等同于学生了，那就不叫指导老师了。记住一个重点，你们再回去看罗生门电影，去看呢，每个人对这个事都亲身感受，那究竟是谁杀人呢？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，甚至死的人都不一样，死的人总是正确的吧，实际死的人也是一样的，他怎么能正确呢？他也有情实意想，他也有烦恼，他也在维护着所谓他的尊严利益，我总没有错，那其结果就都错了。一旦人呢，大家注意，只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利益，真的一旦你维护尊严利益，你就一定是罗生门，信不信？我们常说保护烦恼，保护烦恼啊，护烦恼，就是因为有我的尊严，有我的利益啊，这就是众生，我认为是比较难以度过去的，所以要紧盯，要紧盯呢、啊。我是不是维护自己所谓的尊严利益？说简单就是，是不是在绝对的自私自利？因为我们现在所思维的很多，常常跟那个什么啊。常常跟那个自私自利挂钩，但是咋错的呢？比如说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，有人在维护着他的名声面子，有人在维护着他的利益，因为他从这个世上他得到什么了？即使好色，我也得要名声的好色，真要名声就不好色了，我又要名声又好色，我既当婊子我又立牌坊，反正牌坊我立了，婊子我也当了，就这个，信不信？有你，男婊子也是那样的，女婊子也是那样的，就让人如堕无离雾中，看不清一切，一般人真看不懂了。说实话，只有善知识看得清楚，诸佛菩萨看得清楚啊，这个护法龙天他们有时候也，他们也看得清清楚楚啊。
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做了一些好和不好，是吧？啊，说实话，这个不在众生他知道不知道，就是我们，就是最少我们自己做好了，诸佛菩萨知道，善知识知道，这个护法龙天知道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众生他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的哟，他看不清楚，我们把这几点做好就可以，这是关键之关键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做好，能让众生认可，那就非常好，那就非常好啊！那你真的可以，众生对你都有信心，都有信心，都有追随心，那你真可以广度众生了。有的人与世没关系，但是呢，他偷藏了一个弊事，为了掩盖这一点，就不能说，他就把他能说的就说了，他不能说的他就不说了，复藏。是谁偷藏了一个匕首还记得吗？谁呀、啊、偷藏了一个匕首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是那个砍柴的吧，樵夫是那个人不？现在有点忘了，是吧？好，最后的结果为财为色，为了物，匕首就是物嘛，为财为色为物，贪图这些利益的他就会维护，他既贪又要贪那个伟大的命，纵然是强盗也有表现自己的武功之强，强盗的大战多少回合还记得不？他跟那女的说呀，啊，我强盗大战多少回合，我跟你那个男的我只是跟他大战20回合，是吧？纵然被抓到那儿要杀了，含在那儿狂笑，无非掩盖胆怯，也是罗生门，因为他内心是胆怯的，他内心是胆怯的，大家记得吗？内心是胆怯的，内心是胆怯的啊！是樵夫，真的还记得，很好，我们接着来。实际这些事在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他都会为了某一点想让别人知道，想让别人尊重，他可以快一点，色彩描绘的鲜艳一点，不想让人知道就尽可能覆盖一点，隐瞒一点，有没有？这个很常见，是不是啊？我以前没有学开罗生门，我以为我挺好的，我以为我很执行的，结果看了这一段，看了罗生门才知道，真的就是这样。大家看了，都会为了某一点想让别人知道，想让别人尊重，他可以快一点，色彩描绘的鲜艳一点，是吧？不想让人知道就尽可能覆盖一点，隐瞒一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的？大家看看自己，你们检查一下，好，有就说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我是有的，而且很多，我发现很多，以前没有发现啊，现在发现，不想让人知道就尽可能覆盖一点，隐瞒一点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们的烦恼一点啊，比如说我们的烦恼点，烦恼点过去谁烦恼造业那些点，我们希望别人知道吗？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，他就容易覆盖，容易隐瞒了很多很多，所以这一点自己啊是真的最好啊，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啊，你就是这隐瞒，能跟善知识及时忏悔最好，实在不行就在佛像佛菩萨像面前呢，真诚的发怒忏悔也好，好吗？用力啊，用力把它忏悔清净，忏悔清净，从此以后再不做罗生门，从此之后再不做罗生门了。很多对见识发现了，正念师兄也发现了，对啊、也发现了啊，是我只是比较正念师兄，我曾经问过那些问题还记得吗？但是你回答我的是我问的问题吗？啊，我就知道啊，我就不能再问，我也不好再问，我再问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的缘分了。所以说，好，希望你自己把有些事情啊，真的自己可以跟佛菩萨汇报，可以自己把它忏悔清净，那也好啊，也好。好，见识我用心了，嗯，很不错。能啊，就说你对法的领悟，我认为现在也不错呀，好的地方也不错。但是现在就是要真正去做的，比如说刚刚说的没有罗生门现象，还有刚刚说的杀盗淫妄这几块，是吧？我们要绝对不去杀盗淫妄，是跟本戒做一做，好，能愿意做不？愿意做就跟那个录音里的几个师兄一样啊，我也愿意去效仿做呀，啊，你做好是做好了啊，真的。那你说了有啥呢？在场的人。好，你做好了，真正做好了，都做到啊，我也愿意。有啥没做到，大家可以不联系啊，有这个信心和决心不可以不联系，你就不来听我在这里讲，好吧？
班里的妙法也不听了，也不学了，就是那个就不学了，不听了，因为你不想好啊。这个要决心，要信心的呀，要信心，要愿，要信心。哦，正念说愿意，好，找到了，你们就自己去做，好吧？有信心的直接跟我说，没信心的自己就偷私底下去尽可能做一做啊，私底下去做一做，达者为准。大家注意，达者为准呢、啊。反正我干什么你看不到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在场，你得听我说吧，我说的就这样完了，听的人就被他的色彩，被他的形容，被他的夸张，在自己意象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形象，是那样的，再换个人说是那个样的，又换个人说是那样的，最后三个人不一样了，都不一样。这个是很简单的，谁杀谁了，怎么杀，说到最后都不一样。对了，这就是真相，说的这个都不一样，这是真相，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了。那日常生活中怎么生活呢，都不一样啊。最后过几天啊，前几天我帮你专门问那个真悟师傅，就问他啊，只做一件事怎么做啊，最后啊也确实是他就表现了非常好的罗生门。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你们在善知识的逼迫之下，你就会发现你说的话几乎啊自己都发现你就要狡辩，你发现你做不到，信不信各位？那一天我是大有感慨，大有感慨。好，我们接着来。好多男人看到老婆，你真知道老婆的一切啊。男人找老婆也好，女人找男人也好，你真知道老婆的一切，真知道那个老公的一切啊，你不知道老婆的一切，他想让你知道他的一切啊，是不是？他不想啊，他不想让你知道他的一切啊。他有多少是副产盖住的，有多少是展露的，那人不知道，不知道也结婚了，结婚以后总看这人不是我以前见的人呢，以前见的人是那样，现在是这样，这个人变很明显的变了，这个眉头干什么，就像、像我这样皱眉头，那就叫心理阴暗，不要随便皱眉头啊。以前这个事我记得在周三也说过，大家不要随便皱眉头。你在说的是我又在打妄想，实际这个事人人都有，那如何应对，如何应对这繁杂混乱而不清晰的世界，繁杂混乱而不清晰的世界叫什么世界，娑婆世界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就行了啊，这一点就可以，因为很多东西你知道不了。我有一点非常简单，你只要知道众生他想达到的目的就行了啊，你也不要去管他是罗生门不罗生门，是吧，他想达到什么目的，你别管他什么对呀错呀好呀坏呀，这些个是你加上你自己的概念做的评论，对呀错呀好啊坏呀，不要去评论，不要把自己概念加进去。什么叫自己的概念，就自己的妄想啊，感觉冲动，你等人说，你等人家说完，说完了你知道他的意思那就好办了。可是关键他有些人说话呀，他兜圈子绕弯子，他三千鬼画符，还记得三千鬼画符不、三千鬼画符瞎搞一通，你说他没说明白，他说的很明白了，你说他说明白，因为他把很多个很明白都说了，你也不知道他想说哪个很明白，那这个是有点难呢、但是人真是有理性，什么叫灵呢，自信叫灵，所以说灵性理性就那个零零昭昭的自信，他能让你感受到他的企图。虽然说这个人说不清楚，比如说某某，我一上去我看我们在这里唠嗑闲聊搞一上午，人家辛辛苦苦在那坐一上午，那我去吃人家的一口饭，总要表达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，要感恩戴德，我就不亏，是吧，不争执我就亏大了，所以说我就十分尊重的客气一下。咋客气呢，我就问他呀，你是用中国吃的是用越南吃的呢，你是用中国吃的还是用越南吃的，就是你是在搞中国饭菜还是搞越南饭菜呀，大意就这个呀。他给我来一个澳洲，他说是澳洲，我一听懵了，你说他说错了，他还补上一句，这不是在澳洲吗，哼，把你问的不是地点而是什么，
梵蒂当时问的是你做的是越南风味的还是那个澳洲风味的，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吧，他做的当然就是越南 风味的，就这么简单，但是引起了很多很多呀，真的呀，班尼当时简直是把他骂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吧。我一听懵了，你说他说错了，他还补上一句，这不是在澳洲吗？当然是澳洲吃的了，你说错了，没错，你说对了，没对，你没回答，人家回答了，就这么回答的。你要说对错好坏，那就是加上自己的评论。我知道他在逗我玩，他是我父母那个级别的，他逗着小孩玩，也就是说他是我父母，我就是小孩，我应该继续的感恩戴德呢，还是忽略不管呢，还是告诉他这个缘起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当时来看都有点费劲，那你说应该他怎么样回答比较好？是什么菜就是什么菜，比如说越南菜就越南菜，中国菜就中国菜，比如说今天那个叫什么，是我们叫春卷吧，那个卷子是越南的，越南菜就这样的。人家说那是澳洲的菜，似乎也有点道理，因为他是在澳洲做，有点牵强附会，不仅仅牵强附会，要说严重性，这严重大了，又是问的是风味，不是问你在哪里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之后的解释说是在澳洲做的，那都是罗生门，严重的罗生门，而且他仅仅是好玩，就把自己给玩进去了，是吧？玩进去了呀，首先是妄语了吧，是吧？首先是妄语了呀，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叫妄语。怎么样把自己给玩进去了？就你这样玩进去了，玩进去了啥意思？当下有什么后果？将来有什么后果？有什么严重后果呢？当下的后果没谈头，当下的后果没谈头，什么意思？就当下的就缘起效应，没谈头，对不对？缘起破坏了，因为班尼是一片好心，一片热心，问他，问他是做的是中国菜还是澳洲菜？他说是澳洲菜，因为在澳洲做的嘛。当下的后果是没谈头。是不是？就是没有人，没有人愿意跟你谈话。缘起破坏了，我在这恭敬不起来了。那未来那个人也这个人了，那你跟他扯啥？扯啥能扯明白？他自己做他都扯不明白，你还说啥都能扯明白？你说你不把你自己辛辛苦苦一上午完了，辛辛苦做一上午，他自己这点功德就这样出卖了还不算。他看倒贴上好多，就一个妄语是吧，一个妄语不但出卖他倒贴好多，你这是搞什么呢？而且就那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澳洲菜，你不把自己玩进去了，所以说会说话一言行吧，不会说话一言丧吧，会说话什么好缘分都建立了，不会说话什么好缘分都给你败光了。你说这个罗生门有多严重呢？而且就在中午发生了，还罗生门喊我罗生门多少分，你笑还有脸笑？你从来没有干过罗生门，有几下呀？很多，时时刻刻都在罗生门，很严重是吧？大家看，大家都老实啊，承认了，时时刻刻都在上班，那就这句话也有问题啊。当然有了，我时时刻刻老实，我时时刻刻都犯了都有啊。他老实就不会有那个神态表情，连着动作被逼无奈，语言没问题吧？有啊，语言有问题啊，那就有话好好说嘛。你嗲来嗲去的，嗲什么东西呢？你看又在那儿，那要怎么弄？应该用什么语言？缺少虔诚恭敬，缺少老实。反正我这一辈子放赖赖过去，我就不信我在你这赖不过去。你要来真格的，哪能赖得过去？要不来真格的，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嘛，就看你的态度啦，就看你的态度。真正的班要查每个人的问题都有问题，是不是过不去？因为你在别人心里都留下了，无论好坏无论对错都留下了。留下什么？留下了什么印象？有些东西给你加分，有些东西再给你减分。忏悔忏忏忏，我知道罗生门在我这里是职业病。举例说明，比如说我以前去跑销售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的是采购，采购一上来就给你讲价，
说我要你给我减成那个价格，你做不到，我马上说我做不到，没话讲了，就走人吧。那我就不跟他扯价格了，我就跟他扯技术，扯技术谈不过来，他就说好，我把我们技术人员找过来，那个技术人员又扯，又把他手下带过来，最后呢一桌子人，然后就扯，就把那个价格给忘记了，就讲技术了。最后技术搞定了以后，技术人员就可以指挥采购了。你去买这个东西啊，你买不回来，做不出产品是你的事情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他点着这个讲的时候，我讲不过去了，他又讲价，我就跟他扯这个了，那就变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这样子去讲话，那个习惯用在那儿，就你刚才说的事上，没错，换个事就错了。比如说你上厕所需要马桶，是吧？你这个时候吃饭还用马桶吗？不需要了，哎，因为你只有马桶，完了就带着马桶干啥都用它，会了不？上厕所需要马桶。你说我现在只有马桶，我吃饭就我也用马桶，可能呗，各位，可能不，所以我就是职业病了嘛。就是有同学在说，那个就热闹了，他只能搞出马桶是吧？吃饭也有马桶，上厕所也有马桶，这个几乎每个人都有啊，职业病的，就每个人的套路就这样，因为他只有这些套路，什么套路？对啊，贪嗔痴慢疑的套路，他只会这一套，众神界就只有这一套。那个就热闹了，记住，确实，那个方法在你生意上是有效的，但是仅仅是在生意上有效，那是不可以把那个系列操作方法放在说话上，那就热闹了。那别人的感受就经常人家吃饭，你端着马桶来；人家喝水，你端着马桶来；人家上厕所，你端着马桶来，给人的一种感觉。你说这人不好啊，确实我需要马桶，他端来了。你说他多好呀、那吃饭他也端来了。他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？搞不清楚，这费劲呢。就那个人，对方那个人，他只会说那个话，只会搞马桶，说马桶的话，不好。他那么积极干什么呢？他好，我吃饭，他端马桶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他究竟好是不好呢？费解呀，费解。就来个哥才好，那哥就来了嘛，费解。因为解，注意解跟哥是吧？费解的解跟哥是什么音呢？谐音是同一个音呢。不懂，他又跳水了。不懂，扑通，他又跳水了。你负责给我解释清楚，要解释不清楚，就证明了你这辈子你说那话怎么说的呢？是你要解释费哥、费解和哥的这个层面是吧？反正他用了个谐音，费解是不的意思嘛。正常的是费解就是很困难，要获得正确答案很困难，但是他用了个谐音解，等同于结节的结。他用那个谐音那边的解释的解，他画了个音又费解，这个时候因为费解了，所以需要哥出现，这是一个小幽默。OK，明白了，有这么玩的吗？屠龙不点睛，活不了。如果是正确的回答，该怎么回答？就是你一上就想表达你的感恩之心，然后跟某某在对话，如果是正确的，该怎么样回答呢？不要加正确错误，就比如说刚才说那个老某某说那个老师。就什么是什么啊？什么就是什么？在你老实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你这个人老诚实不虚伪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人诚实不虚伪，是不是？是。结果说哦，走错，那给我的感觉是什么？含义多了，就不老实、不诚实、蔑视、蔑视啊！因为我蔑视你，我才敢乱说。我要重视你，我就不敢那么说。如果我非常重视你，我害怕我说错了。在你心目当中降分，我是千万不能降半毛分的。又真的非常重视你，是不是？就不会，就不敢说错呀。所以，那我只能是啥说啥，我害怕我说错了。那你那个就不是重视，是藐视，是用鼻子眼看我的。这个又说了，以前我们说了，比如男女第一次见面，男女第一次会面，我们敢乱说话呗？在男女结婚之前敢乱说话吗？一般的都不敢乱说话，特别是男的，非常小心的。最少我是这样的，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重视对方，我想得到他。但是我们对三只石、对父母有这个心态不？我们对老师、对父母、对重视、对一般重视有这个心态吗？我们没有啊，因为我们藐视无所谓，
比如说父母那一块，哎呀，反正我说好话说坏话，他也是我父母，他也不可能不认我这个儿女，是吧？他不可能不认我呀，反正是慈悲，我反正怎么样搞瞎搞，他也不会不理我的，他也不会不理我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已经失去了，我们在我们心目中，父母甚至是远远的没有怎么样啊，在我们心中达到重视的水平。我们 不但不重视，有时候轻视，有时候不但轻视，而且还藐视、啊。所以大家就要知道，我们面对佛法，面对善知识，面对父母，我们真的没有做好啊，是不是？深深忏悔所有的恶业、恶因、恶缘呢、啊，就是不轻视、不重视别人啊，甚至藐视别人。某某也这样的看人呢、啊，也叫藐视，也叫蔑视。按大清朝说叫大不敬，叫大不敬呢、啊。按大清朝说有欺君之罪，当灭九族，好严重啊！自己一句话把九族都给灭了。关键就是人一旦发愚痴的时候，他就常常干那个事啊，就损了夫人又折兵，损了夫人又折兵，都搞没了。而且给你感觉好像没那么严重吧？真有那么严重吗？你仔细分析，它相当严重啊。就比如说你问别人，非常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别人那样一回答，你看你还能关心得下去吗？至少当场那就崩了，后续的就不用说，这当场就崩了，因为说不下去了，说啥呢？所以说有的时候看着极小极小的事，但是呢它损伤性极大。现在人讲侮辱性极强，听说了吗？流行的话呀，就损伤性极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原话我记得是怎么说，就损伤性啊，就损伤性极小极小的事，损伤性极大，也叫侮辱性极强。真的有这个事，这句话就是这个。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极严重的，他没有认为那个话怎么地，他写的那个上面啊，还是脸上抹死的事，你那就不是脸上抹死，是嘴里往外吐死。你可能认为那个不是屎，但是你仔细分析它的结果你就知道了，那个就跟屎一样。再一个关键，你就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不诚实不老实。再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不尊重，人家在极大尊重你才问你，是吧？人家不问你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关心我呀，你吃什么呀，喝什么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大家还记得不？我就有一次我父亲问我呀，说这个瓜子在哪里买的，父亲他也没有别的意思，他只是喜欢问关心一下。我当时我不愿意回答，他又问了，我很不愿意回答，他第三遍把我问烦了。我记得那是15岁左右，我就把我问烦了。甚至父亲是尊重的，可是我就不愿意回答，拒绝回答，甚至胡乱回答。我这不好气，就带着气，带着嗔心回答，我说在哪里买的，这个事也要问吗？我现在这么大了，我15岁了，我成人了，还要你问吗？真的像现在想起来好可怕，我这个事记得清清楚楚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是就父母不关心你不问你不行吗？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经常有人好心关心我们一下啊，我们不能不理人呢、啊，不能乱说话呀。你像澳洲人，他们习惯性的向别人说 Hello, Good morning,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人，是吧？最少他朝你微笑一下呀。我们至少要微笑，也说一句 Hello, Good morning。真的就这样，这个叫就是礼尚往来呀，礼尚往来，礼尚往来呀。对，就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啊。是的，我们原话是这样说的。拿你根本没当个人看的，人家不问你不行吗？就拿你根本没当个人看，当个空气看不行吗？也就是说一下就把别人对你的尊重给杀了，把自己人给杀了。杀完我那个话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这不是找茬？没有仔细分析，认为是小事，结果是不得了。分析下去是啊，没有帮你自己分析，我们真认为就说一句话，说帮你问是澳洲菜是中国菜，是吧？我就说澳洲菜本来是中国菜，是越南菜，他问是越南菜就是什么菜，就说一个我是澳洲菜呀、啊，
这个话非常严重的，各位是不是？好，前面说是妄语，现在就是绝对不尊重人，是藐视人，是不是呢？藐视人，不尊重人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回答，是吧？要么就不说话，要么就真的，要么就是真诚回答，要过滤回答，一定要过滤，否则不要随便回答呀，更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带着冲，带着一股冲满，带着一股恨心，带着一股怨气，是吧？带着个怨气去回答父母，去回答众生，那都是不行的。所以当时我感受很大，就是没有仔细分析呀，没有仔细分析，认为是小事，结果是不得了，分析下去真的是不得了啊。这都叫现实中的罗生门，比罗生门呢还更深刻一点。就是本来人与人之间都有信任的，纵然你是犯人，但你这样一搞以后，我是法官，你是杀人犯，我来审判你，本来是信任你，让你交代，但是呢你交代过程当中，你把法官对你那点信也都砍掉了。那个女的，大家那个女的大家都同情，等她交代完，大家对她的信任也没有，怜悯也没有了。是，确实那个女的开始我真的同情了，是不是？信任了，最后怜悯心没有了，你这个女人也不可怜，也就说没说还都挺好，说完一把扎那女的，对不对？就把自己彻底卖光了啊！你们说那个女的，你们同情不？怜悯不？那女的呀，大家还记得那女的不？因为最后她，因为我当时就是没有同情怜悯心，就是她对她丈夫的态度，我开始还以为挺好，因为她丈夫那么爱护她，是吧？她最后甚至让那个土匪把她丈夫给杀死，还记得不？让他们争斗，让他们去打呀，谁打赢了我就属于谁的。这一下，这个女的太可怕了，当时给我的感觉就这一下，好可怕呀，各位，是吧？你即使不喜欢自己男的，是不是？你即使畏惧那个土匪，也不能让他们挑起战争呢，是不是？也不能，他们愿意怎么打就怎么着。但是我不可能去让他们挑起战争，那个太可怕了，是仇恨的眼神呢。他巴不得他们打死，是吧？互相打，啊，一个把另一个打死。哎，忏悔以来，是如此以来不诚实回答问题，还造成了妄语，甚为耻辱。不但是妄语啊，刚刚说的不尊重对方，藐视对方，轻视对方啊，而且是善知识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我们就要学到这里，很精彩。本来这个文章也不多，好，就暂时学到这里，我们细水长流，好吧？有机会我们再来学习。好，就讲到这45页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、支持、配合，以及对我莫大的成就。